然后现在我就问年轻人都听什么歌，还是有自认为是年轻人的跟我分享一下你们都听什么歌。有看原子少年吗？没有。有吧，有，你看代表我太年轻。就是前阵子有个选秀节目叫做原子少年，然后里面有很多个星球。今天呢我带来一首地球的，好了，来一起分享这首歌，叫做，哇，这个歌名很长哎，告诉我你有没有谈过一场越谈越爱的恋爱。希望没，你没有谈过，没有没有也没有关系，因为我也没有。对，写歌的人很浪漫，写的不是我写的。好，那希望我们今天之后都可以遇到这么好的事情，好事发生，好事美美。这首歌很轻快，如果你们的身体自动的摇摆也是 OK 的 OK 的。听不进去真不情歌，听得进却听不进腐烂的爱情，直到看到你的眼睛，一时自己忘了呼吸，我才发觉恋爱全是味道，即使一人也不及你，即使我在另一边颠倒，感觉越来越来越坏，对你越来越来越坏，不敢承认你是我的菜。爱就双周 baby， 和你制造回忆，太空所有飞机带你飞到无人星球，即使依然也不及你，即使我在另一边颠倒，不可能在燃烧。告诉我你有没有谈过一场越谈越爱的恋爱，恋爱是必然的，不会说要分开就为着的分开的恋爱。告诉我你有没有谈过一场越谈越爱的伤的过去，就让它过去，要谈恋爱就像现在。来到饭团嘉年华，跟着你们这样的点头，这样就对了。来到饭团嘉年华，你们今天有没有吃饭？有吗？散发出你们年轻的滋味，我是只是果汁。OK， 谢谢大家，在刚刚那个即兴一段送给今天难得我们相见面的朋友们。谢谢，支持国旗，掌声鼓励一下。
你有没有谈过一场越谈越爱的恋爱？你有没有吃过一颗越吃越好吃的饭团？一定是有的，一定有的。今天吃几颗的你？等一下我要去逛，直接去现场买。但今天家有吗？今天逛了一下，你吃四颗，啊，可是我吃五颗哎，我比你多一颗。刚才呢，我们在介绍芝芝出场的时候，旁边有一个男子，他就说的芝芝，他是那个全明星的芝芝，啊，对。就是我们芝芝，就是运动的那一个啊，对，运动的那个，当然没有想到呢，运动这个发达之外，哇，声音也那么好听，对啊，吃太多了，吃饭团还是有用的，对不对？来到现场，刚刚还没有时间去逛哈，对啊，等一下，今天来到现场的，哎，我们有饭团的摊位吗？好像。待会我们会做饭团，你们可以提前报名了。你可以报名，我们可以组队参加。哎，讲到这个，你们还想要报名参加的没关系，虽然20组已经报名完毕了，但是我们有备取，你们还是可以去报名。待会如果刚刚20组的没有来的话，我们就会用备取这边来邀请参加。你也可以去背一下，那我就等你们做给我吃了。太好了，留下来。如果刚才呢，即兴的来，随性的唱了一段的歌曲，创作的来源跟饭团有没有关系啊？你自己一定是因为我们其实在台东，我们家其实就是种米哦。对，然后阿嬷就是每天把我，有一种饿。阿嬷看到你会不会不开心？说怎么饭团饭吃的这么多还那么瘦？对，所以回家创作的来源就是他喂我吃很多的饭。所以阿嬷是你的创作来源还是米啊？阿嬷也生活，我觉得来自生活。来自生活。当然呢，创作灵感有很多。那今天的芝芝，在现场刚才有提到说美食嘛，对，啊，尤其创作的时候碰到一些瓶颈嘛，吃是不是你一个排解压力一个很好的方法？对，我觉得想不到歌怎么写，就先让自己休息，去做自己想要生理反应想做的事。什么生理反应？对，会饿，想睡觉。前面有小朋友哈，我们说的是肚子饿啊，对。不过吃什么很重要。你今天吃几颗饭团？你刚才吃4颗，你现在变7颗。除了饭团之外呢，你喜欢吃什么？跟米食有关的话。跟米食有关系，我为你介绍一下炒饭。炒饭不是因为我们家米很多，就是饭其实冷掉它也是可以再做其他不同的形式。这冷饭来去做炒饭，住在巷子里面的人才知道。你知道那边还有我们的用米做的布丁、蛋糕，还有我们的米的这个系列东西，还有饭团都有。今天还可以预定我们的米饭团，通通有。这边还有米做的鸡蛋糕。好酷哦！我等一下，那可以是现场可以买的。老板姐姐，芝芝想吃一下米鸡蛋糕了。叫喊话很方便，好，你想吃直接叫哈。好，接下来再把时间交给芝芝。好的，好，那我其实。